带了大富翁系列的童玩，陪伴孩子一起玩。出身单亲家庭的杨凯婷，深知大光儿少之家孩子们的需求，出社会有赚钱之后，连续七年捐年菜和红包给每一位大光孩子，同时也邀请朋友一起加入公益行列，鼓励孩子们永不放弃，要力争上游。我是尽我一点点微薄的能力，然后让小孩子觉得新年快乐的感觉，希望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温暖的脸。这一次实在很感谢大家关心我们这些孩子，当我们在离开家庭以后来到这边，我们也是一个家啊，这个家需要大家的关怀。那今天实在很感谢杨小姐，她在庆祝过年的时候送给孩子们的红包，我们觉得心里面实在是很温暖。那他还送了一些菜过来，那这是年菜，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。在这里我代表大光跟大家说谢谢。年节将近，大光儿少之家感谢身心人士及机关团体的爱心，让孩子们感受到暖暖的温情。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。